公。然后就是这样治病的方式，结果重点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重点是巫师在帮这个人治疗感觉灵的同时，他自己在那边咳的要死，就咳得很厉害这样。我心想说，这个到底有没有效啊？你应该还是去买个药吃或干嘛？但你怎么知道他会下蛊？重点是那边也没有药啊。你怎么知道他会下蛊？哦，这个是我们问当地人的。啊，你没有请他下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但我们后来有采访那巫师，他说其实蛊也不能乱下，就是他们下蛊还是有要有原因跟有方法这样、哦，所以就是没有看到下蛊，没有看到下蛊这一烂故事。没有，你现在他之后，你好，那这一段拜托你剪下来放到网络上。至少网络看得到，起码网络看得到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。那个廖慧英老师呢？哎，我的更不精彩，怎么办？真的吗？因为没有什么。你们一开始问曾少宗就问错了嘛？应该从麻烦剪接的时候把那一段往后摆。哎，人家多精彩啊！哎呦，怎么以你为号召做旅行团呐、啊？多精彩啊！因为老实讲，就是最早的大概是那个日本的那个飞龙号爱之船，那么他就请我去演讲，然后那个号召就是说，就听你就上船去听演讲啊。对，他就说就是会那个海报，就是把你那个演讲那个变成一个主题照片嘛。是失婚族吗？不是，没有，他没有说什么族，就是反正如果喜欢听我演讲的就上那个船嘛。因为那个飞鸟号是他们日本一条很有名飞鸟号啊，五星级的国际游轮。可是我怎么刚才看到照片，感觉是坐货柜去的。就这样这样，这位太太是谁？上来了上来了，有有有，主角是小孩子。那弟弟就飞鸟嘛。那弟弟是我儿子啦。后面的是你啊。托利是我啊，应该是我吧？对，托利是我。要上那个船要一个人要花多少钱？我忘记了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必花钱啊。对，像这个飞鸟号它的行情大概，如果说十天的团费大概10万，一天平均15000台币。哇，好贵哦，好贵哦。还有招满吗？那一次招满啊，招满啊。哎，这还不错呢。对，然后后来噱头，你看后来的地心游轮也有啊，地心游轮也是这样啊。你也去了？对，然后他招待我们住的好像是。哎，贝多芬的一个套房嘛，哎，是你老公吗？啊，你老公吗？我老公在，哎，是不是那个第一个？你往后看，是不是那个东西？老公都认不出来。哎，我第一次看到你老公，哎，对，那我老公，然后我儿子跟我女儿。你老公还蛮帅的耶，年轻的时候比较帅。不会不会不会，这样看得出年轻的时候的帅。是要听谁的？听我的。我本来要讲的那个，我后来想一想，先把它换掉。好。我要讲极乐世界哦，对，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哦。我讲这个是大概一般人很少人能够去的啦。我去一个菲律宾的一个岛，一个收集这个岛的岛主的邀请。背景是什么，知道吗？本来那时候呢，廖正豪在扫黑的时候在扫黑枪，他说我们的黑枪可以装备三个师，有没有？我说我要拍黑枪，我说请道上的兄弟啊准备枪来，然后呢他们枪就准备好了。我说我的镜头啊只拍那个车牌以上脖子以下，所以你们放心。好了，枪给我看。结果在菲律宾的小岛里面，先讲在台湾。在台湾，我为什么要到菲律宾去？是因为在台湾要拍那个黑枪。哎，有拍到吗？哎，还没拍到，之后就被警察抓了，因为可能我的手机被监听啊，所以我差点被黑到要。让好听帮我的人呢，他就怀疑说小鸡小米，所以你现在就是要比生命危险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讲极乐世界嘛，我们那个也是一线之差，就是极乐世界这样。后来他们就被抓了，那个是一个火力很强大的外省帮派的一个火那个特工队，特工队就有特工队的那个呢被抓了，抓了之后呢，我就说哎，真的不是我们，他说我们查清楚了，跟你没有关系，这样。好，那就那个时候就。这样的一个背景，我开始要去找出那我到哪里去拍黑枪呢？后来我找到一个台湾的一个军火的大哥，那军火大哥说这样子的，我刚好要去菲律宾一趟，你要不要去？哦，你就跟他去了，我就跟他去了。菲律宾那个岛是，然后那个菲律宾的军火大那个被抓起来是因为你泄密的吧？不是我泄密，不是我泄密的，是因为被监，是因为被监听被监控到，然后呢？还是你是内线？你有功劳呢！不要再讲出来，你再一讲，他马上被干掉了。你再讲，你再讲，我很快就极乐世界了，好不好？你这样，他又要被调查一次了。对，其实就是他抓，因为那一个人，那就是你，因为那个事情被去蹲的那个人，现在应该。可能还没出来，可能快出来了。哦，快出来了，真的，因为枪爆很久，你知道吗？哦， okay.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关系，后来跟他带我到另外那个军火商，带我到那边看他们军火大亨。哦，军火大亨弄一个游艇，哇，那才是豪华，带我们到那个岛，他自己的岛，他是岛主，你知道吗？到一下的那个船呐、啊，开玩笑，那个沙滩两边呐，美女就一排站在那边。有穿衣服吗？
有穿那个裙子沙龙，沙龙，沙龙上面就是比基尼这样子，对对对，哦，下去就背脊尊荣这样，因为什么？他是岛主，原来什么叫做军火大亨？那才叫军火大亨，游轮自己的岛，然后下去之后呢，一排的武器，包括火箭筒什么，你要打什么就打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去打猎，然后呢，什么枪都可以打，而且你知道吗？那中间的有那个服务可能不太好，还是怎么样？他们管教的。我突然间，我们打，但是在那个岛上听到枪声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可是在吃饭的时候听到枪声就很奇怪，因为那个整个都是烤乳猪什么东西，他们都在那边，那突然间在吃的时候，砰，什么？因为那个旁老大的副手不太高兴，对着一个人呢开枪，但是呢是开在他旁边，那个人连跳都没跳，你知道吗？开他的，连跳都没跳地上啊？对，还是连跳都没打。对着他的旁边脚旁边打，他连跳都没跳，是表示什么？他，这是我那个老大后来跟我的解说，他说，表示这边哦打死人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对，打死人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他连怕连那个可能连要，你知道吗？惊吓都一点可能已经看多了还是怎么样？我说哦，真的哦，我说你要把这套带回台湾嘛，管教小弟就这样。里面的故事啦，所以这个由此咳嗽有什么关系？由此可见啊，我应该是来错单元了吧？我先沟通好，你们剪我访问那一段，然后前面讲述那段不要剪就好了。我中间过程都不出现，我 OK 的，我没问题。我们已经剪那个剪，你们 OK 就好。我们已经剪打叔那一段。不行不行，打叔那一段千万不能剪。因为我一直讲巫师啊、小鸡啊、小敏啊，那个剪不掉。没有可以，那可以剪啊。我们其实节目还是需要一些对比啦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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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那文人呢？我要讲的是大家都可以去的。哇！其实我觉得今年你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上海世博。哦，最夯的，这是真的，因为如果你这一辈子只去一个世博会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上海世博就好了，就够了，对不对？上海世博是中国馆，对，离台湾最近的一个世博，而且它是有史以来花最多钱的，它花多少钱你知道吗？光是中国政府要办这个上海世博，它准备了7年，它目前它自己已经花了差不多900亿台币，这个不包括上面盖的那些馆。包括我们自己去盖那个都不算，都不算。那像是沙烏地阿拉伯的那个沙特馆，他自己就花了10亿人民币，是50亿哦。对，是文英阿姨啊。对，不是，这是我妈妈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可是乍看真的好像，吓一跳。乍看真的好像哎，真的好像哦。这个是中国馆，中国馆当然就是里面242个馆里面最高大的，它是有69公尺高。对对对。对，那为什么我放一张我妈妈的照片呢？就是因为我妈妈她告诉我说，如果要去看上海世博，一定是。如果要看世博，一定是看上海世博，因为你坐直飞的飞机最快就到嘛。对对对对。对，那其实对你来说成本是最低的，所以他就告诉我说，那个母亲是人，日本在爱知县，下次在意大利的米兰。哦，好远，好远哦。对，那基本上去的机会非常少。可是你去上海的话，现在是直飞，而且最近是那个虹桥、松山都有。这个就是台湾馆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就是台湾馆。台湾馆我有放两张照片，这是傍晚的，这是晚上的。那其实台湾馆亮哎，台湾馆漂亮。对。台湾馆哦，我还没有去之前，我的同事工头间就说他进去以后哭成一团，我就觉得说一个大男人哭成这样。可是当我自己去的时候，女孩子哭不奇怪哈。我的团友是一个工程师，华硕工程师，他也哭得稀里哗啦的，你就知道说他真的很感人。这个台湾馆它有几个特色，他这次也当选这个242个馆的前10名最受欢迎的馆。第一个，它充分的体现就是建筑物及媒体的概念哈。我先要讲一下，就是说为什么各馆都花那么多钱，为了这184天，大部分馆184天以后都要拆光光。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？是因为在这次可能去的7000万的人里面呢，会有95%是中国大陆本身的人。也就是说，各个国家他是倾其全力要对这13亿的中国人民做行销跟广告，所以他花了大钱。可是他盖好了以后呢，你要排队进去是很困难的。那我们台湾馆很厉害，他就是。堵你哦，你就算没时间进去排队排不进去，你光是在外面看你也会感动。那我当天真的看到我们台湾人看到那个馆用拜的，
我觉得没有骗你，就是他感动到不止一个人，他就是对他膜拜起来，像天灯一样，像天灯一样。然后进去的人呢是不哭才奇怪，好，因为里面就是放那个胡德夫的那个很宏伟的那个歌声，然后他这个你走到四楼，他这个你会看到这个荧幕嘛，四楼，然后 LED 的那个荧幕里面啊，就是如果他今天放的是太平洋的海，就是台湾这个的风景啊，如果是有海水的时候，你如果看到是花，是台湾的花卉的时候，他把上海世博台湾馆，你非去不可的绝妙体验。